佢主持揀咗2679，好好啊啲馬。得兩隻馬初跑泥地就係旋風飛影同埋呢個美麗喝彩，但係呢兩隻馬近績都唔錯啦，都唔係好，都唔係好話好，完全冇得跑嗰只噶喎。贏過嘅馬咧就新力寶、獎金大王、大眾勝利、齊心同行、進天使、多多寶決同埋戰意。入過 Q 嘅咧就係呢個協進神區、希威森。冇啦，近绩最好嘅就系六号，跑六次全部入 Q 嘅，1212122咁样嘅啫，好鬼劲嘅真系。班德利赢咗只美之妙啊，我都买中咗佢啊。呢只如即系如果佢出到闸嘅话，千二米系好有机会，我觉得就六号。咁另外一隻馬咧，就係上次贏咗嘅泥地千二就薛恩嗰只九號仔進天使升咗班。咁佢嘅問題就係以前經常漏閘嘅。咁上一次出閘正常就贏咗兩個馬位，好犀利喎！真係。咁啊，初跑泥地嘅旋風飛影咧，潘頓只馬咧就係同人馬合拍嘅兩次，潘頓騎咗佢兩次，一次佢第一次第二嘅，咁呢只馬咧就係咁樣上漲第九，前次第二，再前次第四咁樣，即係如果搣咗上一次第九嗰場咧，就係2425咁樣，即係喺前五名全部翻嚟，都幾好嘅真係，幾好啊，係重磅咗啲就檔位 OK 啦嚇。我揀六号九号，我揀六号九号。六号九号咧就系六号上次跑第二，九号上次跑第一，都系近绩好，又赢过，买多只就买二噶，就系呢只潘顿呢只啦。潘顿今日未冇赢马噶，即系唔系喎？呢只九号仔就进天使薛恩，我成日认错嗰两个。九号仔，主持有二号、六号、七号、九号，七号系咩嚟噶？美丽喝彩初跑泥地，二号又系初跑泥地，七号系初跑泥地，七号系美丽喝彩咧，就系8068后咗啲喎，七号仔。冇呢個二號咁好啊！二號係924215咁啊，即係Jenny 中意八齊心同行，有九有六啊！我有六九十二都幾好啊！十二因為上一次係周俊樂騎泥地贏兩個馬位，好醒啊！即係喺中碟嗰度衝上嚟，好醒啊！真係。咁今次佢又升咗班，蔡明少都得噶，咪一排外檔就蝕張咗少少，因為你內檔啲馬都好快噶嘛，真係即係齊心同行都放到噶嘛，美麗喝彩都識噶嘛，識唔好講啦，只大眾勝利都放到噶嘛，七檔都放到，旋風飛影就唔知佢咩態度啦。都可以放出嚟噶，你唔好话真系佢。咁所以排个十档就蚀咗张，但系佢近放好啊嘛呢只嘛，战意13，上次第一，前次第三咁。我拣六号、九号，而家有红绿灯，就系六九十一。第七场嘅时候，只十二号即系落到啡格，输咗个 win， 输咗个 Q。攞翻個位置，有七號仔，而家呢只叫美麗喝彩，上次第八，前次第十，好似後咗啲。田泰安，即近績較後，唔係話唔得。近績如果太後嘅時候，有可能即狀態未到咁樣，或者而家七號仔美麗喝彩又係老六格，一號咧新力寶。冷門嚟喎，30倍。新力寶識跑呢個泥地嘅，但上次第十
前次十一咁樣，即係好似厚咗啲。而家你九號仔齊叫進天使薛恩出到集就好惡啊！進天使到啦，上次十二檔都贏兩個馬位㗎。三隻馬啲飛數都好接近啊，六號、七號、九號，最終邊就成為大熱門咧，都難講。以前就唔好彩啦，幾次都排。即係七號仔美麗學賽落飛，點解咧？檔位好啊！一檔騎師好啊，田泰安他初跑離地，但如果看馬經的他是上次第八前次第十再前次第六又再前次第八再前次十二這樣都好像比較厚了一點這樣。六號仔現在五倍 Win 位置都是紅格，我估開跑的時候七號仔是 Win Pay 都大熱了，看個勢，但有飛不等於贏的，真的對上一場的十二號仔真的。獎金大王新力寶前打埋呢匹馬，全部馬不準備妥當，八場賽事三班泥地的遷移暫時顯示的大熱是七。好，嚟一起步嘅时候啦，美丽喝彩落场佢又慢喎，响内栏暂时垫后啊，前面快噶嘛，喳喳声走啦，就奖金大王快成过马位噶，齐心同行第二位、第三位，牛黄头内栏第四多多宝奇啊，出边位置进天使，外边蓝白格仔三最出嗰只咧，仲系协进神驹啊，再见到内栏嗰边啊，粉红袖咧，咁啊仲有美丽喝彩啦，马林中间咧就旋风飞鹰、新力宝、尾二紫色衫系大众胜利啊，包咗落尾嘅马绿色衫系战意嚟噶，咁啊转紧弯中间嘅时候啦，前面放头嘅马匹咧系嗰只奖金大王啊，第二位，咁啊见到中间齐心同行走咗上嚟啦，埋边黑衫仲有多多宝器啊，出边牛黄头啊，最出嗰边走上去嘅马咧，分别有协进神驹、进天使、大爱当、绿色衫系战衣，马林中间稳位仲有大众胜利，入精最后直路啦，大家都平排冲刺噶啦，占先嘅马多多宝器啊，中间咧咁啊灰马旋风飞影上紧，外边追上嚟，大爱当系战衣，马林中间咧仲有牛黄头。同埋大众胜利啊！最后五十米到，旋风飞影响中间，埋边啊多多宝记，外边大众胜利，大众胜利上嚟，接近终点，旋风飞影赢啊！跑第二名嘅马咧，旋风飞影赢咗，位置都冇得收啊！六号仔，潘顿真系真系，旋风飞影灰马式游水。好嘢呢只马，真系我都觉得系买多只我就会买佢。六号仔跑第四，冷门啊，跑咗冷门，断缆啦！我啲 Win Pay 断缆啊，真系。两 Win 五 Pay 喎，而家断咗缆啊，第八，即系买呢只啊，真系。我怕他重磅，檔位又好，四檔是不是？二號、十一號、多多寶記，好啦，六號仔影輸了啦。今日呢只三號仔叫獎金大王，之前流鼻血的喎，休息的喎，真係。我有啲前速啊，都幾好啊！跟住齊心同行，牛黃頭，哇！啲 Win 得嘅馬去咗邊啊？只二號仔灰馬喺呢度，二十一十六嘅六號仔優子位置都冇得收啦。咁啊，轉彎嘅時候。睇住呢只二號仔點跑啦，灰馬。成扎馬衝上嚟，咁啊呢只灰馬嗱，呢只馬贏啦，衝上嚟。我呢只馬我買咗呢只咁啊，六號衝上嚟，輸咗俾裏邊嗰只，爆咗冷門。二十一十六。千几蚊 Q 啊，又低嚟啊，真系。
如果簡簡單單買潘頓買二號仔都幾好嘅，真係。好。第三名十號牛黃頭啦，位置排41個半，第四名就係6號嘅大眾勝利啊。